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我是唐吉安，马上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外媒指出，三星可能调涨晶圆代工价格，台厂趋势也向上。防疫降级，无薪假反升高，无薪假达4388家，56687人。中经院指出，七月制造业 PMI 转扩张，但厂商狂拉库存，氛围已变。宝成丰泰越南厂续停工，法人评制鞋族群为中立。来关心台股。台股早盘一度大涨百点，不过盘中电子涨幅收敛，金融翻黑，航运续弱，大盘速度翻黑力守平盘，17300点得而复失。展望台股后市，分析指出，美股三大指数期货盘仍上涨0.3%至0.5%的区间。不过，本周美国将公布多项重要经济指标，国际政经消息多，投资人对台股持股意愿偏向观望。此外，外资法人目前在台指期期货空单布局不到30000口，本周需观察外资期货空单动向及新台币汇率走势，提供给您参考。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据 CXPOR 数据显示，全球港口货柜轮塞港情况创下历史新高纪录。截至7月30号晚间为止，已经超过390艘货柜轮在各大港外等待泊位，恐惧运价持续飙升。新竹科学园区宝山二期扩建计划环评过关，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为2纳米量身打造的 Fab20 晶圆厂投资计划正式启动。平面媒体报道，近期将展开土地取得程序，2022年上半年开始进行建厂作业，将是台积电首座导入全新世代的纳米层片架构2纳米制程的超大型晶圆厂，相关供应链也将同步受惠。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疫情扩大，大马全国行动管制令持续。菲律宾也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6号起全面封城。因为大马菲国是全球被动元件生产重镇，这次管制将使被动元件旺季供应更紧，国巨、华新科等台厂有可能迎来更强大的转单力道。视讯软体公司 Zoom 由于隐私泄露的问题被美国用户集体控告，目前 Zoom 已同意支付8600万美元，约新台币24亿元和解。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台湾景气重要指标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七月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内需产业明显反弹，制造业也是呈现扩张走势。不过学者示警，近期存货扩张创下新高，业者也一改过去疯狂拉库存的态度，部分产业已经出现存货调整的情况，值得台湾业者高度重视。台湾中经院公布七月制造业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在经过2个月趋缓后回升1.2个百分点至65.2%，尤其台湾确诊人数明显下降，七月部分内需商业活动慢慢恢复到正常水准 ，MI 七月一口气转为扩张，大幅反弹7.2个百分点至53.2%。目前的活动还是呈现紧缩。但是紧缩的速度是有趋缓，跟营运活动异常中断的情况下，我们慢慢恢复到一个往正常营运水准靠近的一个趋势跟走向。台湾疫情控制渐入佳境，有机会迎接新一轮报复性消费。不过学者也提出示警，观察七月 PMI 组成的存货指数数据上升到62.7%，是从2020年6月以来首次出现客户存货高于需求情况。七月订单虽然还在增加，但追加速度力道已经没有前两季来得积极。前两季不顾一切拉高存货来降低供应链风险的氛围有所转变，在部分中下游以较长链的业者调整库存的动机比前两季都来得明显。我们在过去三季的一个追货的现象呢，目前在追货的情况可能有一些趋缓，比如说记忆体或者是原物料相关的电子产品，事实上有出现调节存货的现象。
记忆体或电子产品上游金属原物料临时砍单成了新常态。学者建议，如果制造业者存货成本相对较高，不要都在同一个时间点备料或卡在高价格带。整体来看，制造业向上趋势不变，欧美经济走向解除封锁，下半年供给和需求面有望逐渐恢复正常。记者是高建伦、沈维彤，台湾台北报道。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彭博社，美司法部证实又一起太阳风网攻骇客罪行，27个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电邮账户遭害。金融时报， PINKO 集团投资长艾达信表示，房价飙涨或带动利率上扬，将扩大通膨风险。华尔街日报，宝洁 Q4 财报优于预期，但警告成本及运费上升将影响未来获利。日本产经新闻，日本东京奥运中扩大紧急事态宣言，经济损失估约2兆日元。沉香被誉为植物中的钻石，华盛顿公约也列为全面保护的濒临绝种项目。腰植沉香稀少罕见，在中国古代秦汉时期便有一两沉香一两黄金的传说，而台湾则是从日据时期开始培育沉香。我们带您看到，在云林有一位沉香的守护者，细心培育沉香十多年，2000多坪的园区也首度在镜头曝光。接下来的新闻带您深入了解比黄金还珍贵的香味——沉香。绿青软是嫁接，你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嫁接头在这里。被沉香界视为顶级品种之一的绿旗楠，就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培育。园区主人何秀美首次面对镜头，公开培育十多年的沉香园区。天然的，它是经过雨水冲刷啦，变成这样子的，它的结油在里面。沉香属于特有树种，被誉为植物中的钻石，又名水沉香、沉水香，东方人称为琼枝。沉香珍贵是因结香不易，当沉香树受外力伤害，像是被雷劈或虫咬，为了防止细菌扩散，自然分泌树枝来包围伤口，经数十年以上累积的树枝形成一种高枝结块，也就是沉香。一棵树这样在大自然中生长，它可能上百年还结不到一块香。沉香的由来就是说，为什么叫沉？最好的沉香就是直接沉到水里面，就是它里面的结油度来判定它的价格，还有香型。像这一支我们就称为棍棒料嘛，哈。那你从它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根本就是长丝状，没有年轮的。沉香是一种热带及亚热带常绿乔木，所处地理位置的气候变化因较不明显，所以没有年轮。但想要知道树龄，可以从树干的直径来判断。沉香的用途多元，常见的有制香、熏香或是收藏。最特别的是，沉香的香气无法透过人工调配，在市场上更显珍贵。利用传统的蒸馏法去改良的一个机型，一个制程大概是五到六天的时间才能够收油。提油方式就是木头跟水而已。要萃取1公斤的沉香精油，至少耗损1000公斤的原物料。国际许多生产名贵香水中会借由沉香起到定香作用。不过，沉香树多种在东南亚及中国大陆，光是稳定货源、确保物料品质是一大考验。它是属于濒临绝种植物。那如果没有这一张 CITES 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进出口的。它是有配额的，一定要他们的农业局核准盖章，我们才能出口。园区主人也是台湾沉香精油供应商何秀美，深受沉香独特魅力吸引，因此投入沉香产业，更拿下国际多项证照，朝专业发展。台湾能够自产沉香，然后让农民栽培沉香的人又可以再去轮种，其实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期许。何秀美对沉香产业一条龙的职人精神，产学研界纷纷询问交流，壮大台湾沉香版图，行销到世界各地。带您看到明天8月3号星期二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澳洲央行利率决议，央行标售364天期定存，翼龙环球金世界法收会，华汉金源店股东会。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报，我是唐杰安，我们明天再见。